误打误撞，超人们穿越了，还见到小时候的博士。我们回不去了。什么？困在过去的时空也不能行政。有危险！超人变身，航天警车，还要对付最难缠的死对头大小怪。我要认真消灭你们。开心超人联盟之超时空保卫战，星期六日上午10点30分，和另外两个时段，Astro小太阳与Astro Go，Go On。